因为上一期有的朋友没来，然后我们说一下，就是我们五金的这个规则是一直累计到年底的年会。掏出实力，偷的，他偷钱是不是得罚钱？偷钱，偷钱啊，没有啊。你们身上的五金是不作数的，以我们这边记录的你们现在有多少五金为准。啊，我还以为能发家致富呢。全部站起来，我数到一二三，有人可以蹲下，有人可以站着。来，一二四，来，开始。啊！你们为什么又起来了呀？假动作。石头剪刀布。来，三个剪刀一对，三个石头一对。石头剪刀。好的，来，我们两组自己给自己队取一个队名吧。高冷男神队，我们已经取好了。我们叫什么？高冷男神队。怎么这么土啊？好土啊！但是我们就要潮一点。我们叫低冷男神队，非常时髦。啊，不行，我们叫风湿。为什么不可以叫来包干草机？好了，我们叫冬虫夏草队。哪里有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高冷啊，不，高冷男，我是神。要不然我们就叫给你一拳双眼皮组。可以，双眼皮组啊，谢谢。我是双眼皮啊。眉毛下面两个铜铃，看一下这是什么？双眼皮。双眼皮，好，我们就叫双眼皮，就定了啊，就叫这个名字了哈。好好好。不需要所有人的脚都踩在垫子上，只要你们的脚不落在垫子外面就可以了。就是抬一下也可以，对吧？我踩自己脚上的。可以啊，可以。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嗯，垫头上装起来了，别动。第二轮啊，已经第二轮了，好简单。等一下。计算一下怎样叠面积大，只是说让我们叠，对吧？对，有二四。哦，好吧。哎，是三角形面积大一点还是三角形面积大？哎呀，就先叠啊，不管了，先叠了。两个人站这个角，一人站这个中间，就是只要随便怎么叠，只要是对叠就行。对的 ，OK。那下一把，那下一把就不大了呀。四二四得八，四四十六，一样的。那为啥不用长方形？你不就好走一些吗？好的，来。哇哦，你看这边，没有任何难度，其实有一点点的拥挤，保持五秒钟。要不是我的芭蕾脚，好的，来，再叠一次。我们还要三角形吗？那这个只能叠三角形的呀。啊，这样更小了，我们把自己给玩没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这样每只脚都能上去，然后每个人都这样，等一下，谁试一下？不高一个，不可以，拒绝。哎，三角形应该比他们后面好，应该没有好到哪儿去。哇哦，你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位置。小心 ！OK， 啊，别笑，憋住。哎，落地了。五秒，张涵瑞，你的脚，左脚的脚后跟不可以落地哦。越来越往外，别笑！哎，如果我现在推一下，是不是就全倒了？全倒了！我跟你讲，那我们都得弄。好的，挑战成功。哎，等下，这样子，对折。啊！好，来，准备。你也踩脚。呜、完了，我这边要倒了。但是可以转过去吗？面对面，容易笑场，太容易。杨汉博，你在我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可以，你把你那只脚抬起来吧。杨汉博，你的脚在哪？我脚已经抬。你脚伸这边上面来。嗯，对。啊，要疼，你知道。
了，我斜了半只脚掌的，你别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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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快计时啊，比我好倒啊！被读秒了吗？好，来五、四、三、二、一 ，OK。就这点大了，就这点大，那就必须别人了。你先上，我们一人抱一个。我别走先，你别试一下。我跳了，你跳，那你得抬那边脚的哟。阿姨，小心小心！你看对面已经开始那么厉害，我们练好了，我们待会儿再上。我们这样吧，啊、算了，哎，这能上去，我们可以认输。大哥，我们这样是肯定不行的。可以这样吗？等一下，你抱一个人，我抱一个人，我抱星辰，你试一下。3, 2, 1，走。然后你再把你的腿往那边伸，然后你哎，对，然后你再把你的腿往这边。可以，就这样，好。要十秒吗？好。五、你们两个用了，三、你们两个那个绳再来一个。OK。哇。等一下，等一下，裤子要裸了，感觉。金晨，你背着韩瑞。哎，这一看我面积要大一点。那下一把就不大了呀，下一把直接对半，就下一把就只有背人，然后。我太重了，你小心一点。算了，星辰小哥哥绷不住。你们两个怎么办？我背两个。哎，你们刚是这么大还是？你们刚是这么大吗？你们刚真是这么大还是这么大？这么大是这么大。3, 2, 1，走。用力。抱紧了哈。哇，这么看着我们就确实大一点了。还看到没有？4, 3, 2, 1。不行了，再叠就不行了。哎呀，这也太难了！我的无语写在这个垫子上。哇，这简直最后一次了，不能再垫。他们还可以这样子垫。哇，再来一次，星辰来上来，来踩踩上去，踩好稳了吗？来，我先试一下，踩稳了吗？好，3, 2, 1，走你，贴不了了，必须得踩着了先。是不是可以一人伸一只脚，然后踩一踩？但是我这边不行，会的。一、二。3, 4, 5，好。然后你这样子踩，你就这样子，然后把你腿这样子伸着。你们可以抱起来，扛起来。你们谁最轻啊？张桂圆。那他轻。那你抱他呀。但我抱不动杨恒博呀。不是，先说是背还是抱？哦，背不能抱。先试。啊！你怎么没准备？来，3, 2, 1。你站那个脚，然后你站这个脚，对，然后你们俩各自把脚抬一个，然后我们俩抱着，对。你可以抬脚吗？我好。好，你跳。3, 2。No。等一下，可以试一下抱。你踩着他的脚也可以，你踩着他试一下抱，试一下抱。更不行，绝对不行，哎。啊！来抬一个，准备。哎，这样可以。来，准备，抱紧，好吧。抱紧，3, 2, 1。我得倒，我这，哎，我可以了，哎，我，等一下，重来，他们成功不了，我们都赢了。你好了吗？你脚哥哥们，你们不行，脚后跟。等落地儿。你们这种犯规了，不行。你的足。这谁的脚啊？落地了。24，我勾你的脚，你可以把你的脚抬起来。20，20，20，19，十。抬脚。八、七、六，你没了，五、输了，没了。3, 2, 1，我们获胜啦！耶！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一人两张，这局必须拿下。很简单，我们两个一人保一会儿，他们两个，你觉得他们两个可能保得动？我们两个不可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石头剪刀布，我赢了，然后他们先上，对吧？好，加油啊！你手的力气怎么强的？哎呀，相信你啊！来吧，哎呦，好痛啊！你摸上去。等一下，没有拿那个瓶盖。哎，你们为什么不选择拿一盒上来？拿着吧，别把脸伤着就行了啊。老师可以投多少次？随便投，无限，完成你的飞镖梦吧。我再试一试，准备好了吗？哇哦！可以开始炸了吗？抱不动。张瑞，中途不要放下，放下就放弃了。我给你拿，飞的时候我给你拿。哇哦，好努力。我们都在努力的活着。我真是无语了。
好，等一下。没关系，可爱的一击。那就再小心点，人别摔了。甜蜜暴击。可以的，没关系的，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好的，没关系，没关系，别把脸伤了就行，加油，加油，加油，好的，没关系的，让我扔吧，你就快一点，别扎着了，你这一桶不打，你有点激动，你别偏好啊，你别偏好，你别扎到我们这边，哎，这样，你这样，你这样子不要刷，对。强，哎呀，可不可以我也想这样，这是一个游戏，快换了，你们换，还有一分钟，快换，不是，是你们两个场上的人换。你跳下去啊，快点，没时间，你过来，还有30秒，放弃吧，哎呀，不是，是你们把手这样的嘎着他那个腿骨。哈哈，你们跳上去，我们赢定了，哈哈，3、2、1，对，已经很好了，扎他，还有30秒，你们干嘛呀？我受不了了，加油，你先把气儿放着吧，别扎到了，这气球等的花都现在都自己掉，又掉了，气球了，看不下去了，加油，别扎脸了哈，他扎那个，哈哈哈哈。气球是我自爆了，气球是我自爆了，好强呀，好强啊，扎，好，接到了，两个，挺强的，很赞，不行了，老公好昏呐，你背我还是我背你啊？我感觉我背不动你啊，我也背不动你，你们俩一人换一分钟吧，好，一人换一分钟，哎，你们不能背哦，你没有抱。你们是大孩子了，要学会抱，抱起你的公主。背不动。加油！来，计时开始。你们每一分钟的体能都没有白练。好，再扎上面点儿。好，强，再来。没事。好，差一点。好，往右瞄一点，人体瞄边大师，好，瞄准了，好，哇，强，没有，在某一方面他其实是挺强的，啊，好，你想再杀几个？你好，换，不行了，换，啊，快抱，像我可能也一个拉不中，没关系，好，你得上啊，杨博脸部都颤了。哇，啊，张贵人好重啊，张贵人加油，嚯，让杨涵博来，哇，你来，你最强了，哇，嫁掉了，扎，哇，乖，最后一个我扎了，快救命，陈二，最后一个没了，扎！啊啊啊！我猜陈俊明最多扎一个。哟！我话就放这儿了，陈俊明。万一别人成绩很好呢？对啊，这不很简单。那倒不太可能，可能一个扎不了。以我对陈俊明了解，他最多只有3个能上板。他怎么感觉跟刚刚背的体重是不是一个人？三。了解，他最多只有3个能上吧。从新开始我还没计时。不算。老师开始计时，开始计时。3、2、1，计时开始。没有，使劲扔，快点，使劲扔，你不要怕。强悍，快一点！我勒个天！哎呀，哦，你这。这甩飞刀！哎，陈俊明，我们聊会儿天，没事吧？你往下面一点。哦。哇，没事，还不急，往上跑，往中间看，努力，哇，很强啊，没有，完了，感觉来了，小孩果然喜欢去游乐场扎气球。等一下，子哥，我不大行了，没有，我不大行了，全部扎完，没事，别慌，往中间，别慌，啊，可不可以去捡飞镖？没有。加油！啊！
就差一点点，没事，别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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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五个也行，五个也行，五个好像不大行了。啊！哎，没事没事，我们只需要再扎一个就行。左前，你是游戏王啊！争取扎个六个行吧？看一下左前的实力。三、二、一，计时开始。五、哦。我在扔，我在扔，我在扔。哇！好强！来，我来。哇，有实力的，有实力，有实力，不想跟游戏王讲话，我再把我抱起来一点，再把我抱起来，哇，想哭了，家人们，已经输了，暂停，我们给你刷新六个，太简单了，你这么牛啊你，一点都不难度啊，好来，游戏时间继续，开心重要一点。开心最重要，没事。游戏什么的都只是很肤浅的东西。我开心最重要，开心最重要。去吧，待会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三二啊，没事没事没事。不，你一个人扎的比我加他们组的多。谢谢老师，发钱的味道我知道。这是新币，星期五银行。就相当于是把那个弄在那个任务卡上，然后再做任务。万一全撒完了呢？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吧？没有。没有时间限制，那一直弄啊。就是把那一盆粉弄完，然后看拿多少到这个瓶子里。哦，什么东西啊？大家好，我今天是傻瓜。你把那一张给我。小手拍，反正也不算是谁，他这钱是无效的。只是出来，我行行行。哦哟哦哟，放你的音乐组，跳跳跳，哦哟哦哟。我们现在就火跳。喂，王院长，这边时代风景有个就是精神不正常的，快接电话。您好您好，我们这里是南岸区精神病院。哎，您好您好，我是这边南岸区的精神病院。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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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不行吗？我觉得我不行。第一棒有那个。我的脚怎么不太好使？我的脚怎么也不行。我第三棒，我觉得第三棒很适合我。但是他不能第一棒。那你第一棒？那谁先上呢？四棒，我们先上吧。吹点布啊！吹点布啊！嘴巴不太好使，他都给你抛媚眼，他不接受。第一棒是走指压板，剩下三棒是抽这个枪。石头剪刀布。哦耶，我们赢了。那你想，我们先上，我们先上吧，我们先上吧，我们先上。来，那个张公园，你们组来，上正步。亮出我的亮色袜子。就转是吧？这什么丝打粉烫？说他 KTV KIV 啊，好吃。来，我们一轮的限时是八分钟。好的，来。等一下，建筑工学大师，憋住笑。我觉得张安专柜会笑，不要憋不住。你还没转，要等到他这边再转。这嘴叼的好像叼不起来。太多了，张瑞。可以，你这样可以的，对。跟那个面包片。快点，还有六分钟，你接低。
跑第二，第一棒球。别那个了，我们一棒少一点。亮出我的亮色袜。哇！游戏黑洞，你是不是卧底啊，战瑞？不是我们的。你想让我们赢就直说。你们应该是做。不，算了，快转转转转。他在甲板上不做吧？俯卧撑，你蹲下一点，陈玉明。这给了个没，重新回去拿吧，重新回去拿吧。俯卧撑，俯卧撑，几个几个？三个，三个。哇，哦，可以的。好，起来给我，我你哇，你快点转，张瑞你继续啊，你继续啊，转，劈叉劈叉劈叉，哈哈，又卡了，啊，有一点点，没了，哥，有一点点，哎，然后给他转，给他转吧，给他转吧，没了。抱起转五圈，抱着他转五圈。还保我，不困难，你死心。哎呀，我死不掉了。1、2、3、4、5，我受不了。你懂吗？就是你咬了，再转，给他转吧，给他转。没给了。真是啊。陈俊明，唱 KTV， 唱 KTV， 唱歌。魔法城堡，这哇，真可以啊！加油！别刀了！你就是红色鼠，红色没多少，我感觉我们这边的。好好，满分。B。给他转吧，给他可以选 rap 吗？对，好好。怎么放大火？我抱着他，抱着他转五圈，好多呀！我是羊头，我是威威，我是羊。没了，你先给位置旋转吧。所有人可以。嗯，我有点那种像化学老师一样。好温馨啊！好温馨。好了，够了，五圈，来，陈建明，快回来！魏子晨唱歌，魏子晨唱歌，唱 KTV。背古诗是背古诗，陈建明快回来！到底啥？背古诗，背首古诗。那你就等着。同学，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看着他，好害怕呀！来，谢谢陈志明，我鼻子里好痒，我蹲下来，好多，他有鼻子敏，背古诗，陈志明，我，背古诗，你会背吗？会，哇，床前明月光，不能一样的吗？可以一样的吗？不能一样的，别叫花，不能一样的，你好美丽，不要说话，你回去，再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KTV， 唱 KTV， 豆浆油条。好孩子。哇！棒你！棒你！广场舞棒你！沙沙坠雨飘。哦耶！根本就在哄着你。我还是转回来了。大。我一个，继续传吧。唱 KTV， 又唱歌，好多 KTV。我们的战士应该能比。唱歌，我一个。意思是唰垮了，天真的，天真的，真垮了。没关系，快打我去。哎，其实站久了不痛哎。根本说不出话来。信。往后传吧。信。
可以开始了，开始吧。三，有嘎啦。哎呀，撞到劈叉了，死下去。跟上了一点，谢谢你。你多一点哦。劈叉。我这个。张先念，重尝一下，对对对。好好好好，起来吧，起来吧，太厉害了，起来吧，传给他，传给他。不行，不用子。黑地位而送的。哦，抱起下蹲，抱他，抱他，抱他，抱起下蹲，要下，抱起下蹲，下蹲啊，下蹲。别笑，别笑。我跟你说，怨气很太重了。你要把他抱起来、KTV 跟他搞，你先传。需要帮你清理一下眼睛吗？KTV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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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V， 我们给你给他选歌。开始，你就随便唱一下，他不管。哎呀呀呀呀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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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一路从上，只要无限放大。好了好了，我开始了。厄运之手来了。哎呀，又是抱起下蹲三个。抱起下蹲三个哈，抱起下蹲。别喷了杨红，我受到了重创。求你了杨红，别喷了。不行，再做一个，再做一个吧，再做一个。那你自己做一个吧。好，你传吧。我受到了重创。快！人虚之乡，虚灭希望。夫子与客，万州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好，传传传传传，下一个。就是抱起，抱起，转转五圈。哇哦，就是那种抱起的。啊，对我真的。三，不由他。四，哇、哦，好，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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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好了。哎呦你！转，这么多劈叉，必须劈叉，劈叉啊！来一个，好，好，好、哦，不好，好，传吧传吧，别盘，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看一下下一个啥 ？K 哥还，保七五圈，保七他五，保七五千，他报得了吗？报得了，报得了啊！哇哦，一，二。四，你帮他呼一下，四圈，最后一圈，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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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背古诗。背古诗。哦。有。长枪一夜光，一路上几条望月，几条水沟。很清晰，到。走。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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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赢了，赢了。黑哥。抱起转五圈哟，你们是抱起，换一个。背着转五圈吧，来。背着动吗？背着转五圈。嗯。三二一跳。二一。来，我们用手啊，这样。三。二。四。哇，好晕。五下。哎呀，你行不行？哦，行了行了。抓紧转，乐运去。抱起五圈，抱他五圈，抱起五圈，一、三、拉起五圈，慢点，慢点，慢点，四、五，好，下，好，你给他倒回去吧，劈叉，劈个叉，劈叉，哇，每次下一个继续，好，劈个叉，好的，王浩，你是 OK 的，我相信你，劈个叉吧。哇，好好，没事，这点也是一点。三个吗？俯卧撑。对。他
汉堡，我是三个哟。Okay. 一、二、左边一个，三 ，OK。哎呦，他走。底下劈一个。好哇，非常的好，来传吧。没了，没了。没事，这一点也是一点，一点也是。一点也是金。底下，底下。好，好，推吧。他可以最多来一轮。不是三个，三个啊，一。二三，劈叉，好，快快劈一个，你给往后直接转吧，你给往后直接转，快转快转，劈叉，来，喂，有时间，好，快快，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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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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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这个时候了。摔跤，摔跤。啊？什么？摔跤？你看，深情的看着我，那就选你了。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服装间写字，然后穿上袜子。你想我写什么字了吗？ No, no. 可不可以画符啊？我是个异鬼画小符吗？哎，好邪恶呀！不行了，不是写在袜子。脚 ，Oh no， 真的要写在脚上啊！哎呀，非礼勿视，非礼勿视，你们打个码吧。Oh baby， 你们真的是这样，我直接，王露洁来了，直接我跟你说他。露露不在的第一天，他可能就是当场直接像他，然后马上走了之后，他就是回到那边说。你们说真的，真的无语了。他要写在走了，你已经穿上了。哦、对，他写在穿在你脚底板上。来看一下呗，不行，来看一下呗，看一下呗，看一下呗，别肉上面。对，他要写在肉上面，不会笑吗？真的打的，写尊嘟，他真的写在写肉上面，肉上面。想跳段舞。写肉上面，不写生僻字。OK， 要不要把它读音写出来呀？展示一下。我服了。等一下，我好像把字写太大了。六。完了，我也写得很大。Warning， Warning， 火车。我是一个火吧。我想看。去叫下一个。动动写什么？写鹦鹉的鹦。我真是醉了。好，再见，再见，嗨。啊？啊？哦。然后。脚底板上，我觉得是米字。
那好笑啊，这个。来，还不坐。要脱了呀？对，脚底板上水能够再穿下。这么好玩，现场找一个，写个单，写个简单点的，这个好难写呀、啊。他走了，他从哪儿走啊？坐。右，因为我姓左，所以我想要右。先生，你很困吗？是他扣你的腰。不是我，不是我。你为什么不说没关系？没关系，第一个是他，这才是我。我才不信呢，张桂元才不是那样的人。张桂元才不是那样的人。你再来。啊、怎么猜得出来？哎呀，张桂元。你写什么了，小哥哥？我写 I love you。好。脚底板上，写上字，再穿上袜子。我只穿一只脚。只写一只脚。哦，好。就写脚背啊。你们刚才没有互相打听其他朋友脚上写的什么字啊？我知道，你看一下呗。不行，来看一下呗。看一下呗。我先走开嘛。坐下打听。我直接承认了吧，我们四个的字是金钟鲍勃。剪刀剪刀布，剪刀剪刀布，剪刀布。耶、哎！我们三个，然后你们挑一个人，我们挑一个人。好。剪刀剪刀布，剪刀布。啦啦啦啦啦啦！哇！这是命运的安排，上吧，这是命运。啊！命运的安排。来哟！他都开始提前庆祝了。张贵人好惨啊。Hello。快点，要我直接看你的脚吗？那别人还没开始吗？你别没开始，没开始，回去。他剥我裤子。王璐姐会喜欢这个游戏的。王璐姐看到左前的脚趾了，我帮她看。来，准备，来，三二一，计时开始。我有，嘉瑞这把确实温柔了很多。哪个？哪个？手好乱动啊！你手怎么那么喜欢乱动？有字儿行了，我看一下呗。哪只脚啊？啥字儿？左脚对吧？黄俊熙，黄俊熙、啊，你现在是裁判。好聪明。哦，裤子掉了！不行，我这个裤子要掉了。哎，你想干嘛？断掉都行。大哥，直接就跪了。不行，他们赛前没有握手。三分钟了，快点呢！我不握手。是。技术犯规。那些画面再出现，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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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才把脱掉，我看看你干嘛？还是这样吗？好聪明！你不脱的话，我就来甩你了。我都这么的温柔了。停！乖，哎，停停停停停停停！这个字儿好像我也咱也没见过，我都没看到。加油！一个秘籍都不去弄 Jerry 啊。喊的，我喊的。还有二十秒的加油，朋友们。看不到我。十秒钟哈，四、九、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停止。不要拉着我，求求你。来，三、二、一，上！你上来呀！我不想上来，对不起。哦哦，停！干嘛？换个姿势。你在跳 ，breaking。搞错了，再来。全部都没赚到钱，我上次。越想赚钱的人越赚不到钱。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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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学的麦，学的麦，麦麦麦，不在这边讲，在这边讲，我马上学了。平常看来，王俊熙，你力量不是绝对压制吗？我们还落入下风。有点像两个人，地板八轮。大哥。现代舞。你们要不把袜子拿出去吧，这么臭吗？哦，哇，左前居然，哇哦，这次又过激了，哇，左前居然还能现代舞，哇，真是真是假，努力的真假，你这是按表走的呀。还三十秒了，帅哥们！哎，我服了。哎，脚呢？哦，小心小心！我居然知道会怎么脚。不是脚，我无语了。我你无语是无语。睡觉了。没事的。二一，群局结束了，你要拜师了。他已经坐下准备让你看了。计时开始。我跟你讲，你就想点小学生能写出来的字。Hello， 对吧？这样赢，我点了不？赢了再走一步。不。
先走一步，还走一步？不是你，你在玩什么？再走一步，不是你赢了吗？哦，不，蔡哥哥，比赛不。你是鸡还不冷到了呀？你还带走的？选择一只袜子脱掉。好，选择一只袜子让它脱掉。脱掉袜子，算了，不玩了。你先上手吧，陈玉明。怎么，你女朋友过来？别想了，加油吧！不不不不，现代舞，地板爵士，他们在跳飞天舞。王祖杰会直接把他的眼睛凑在你的脚趾上面看。王祖杰下一，我该研究脚趾。不，王祖杰肯定这样看的。我以前拿把刀说，你的脚趾上面有指甲。哦，你脚上面有痣。还要扒起来看看什么形状的。一扫嘴，一个扫堂嘴，上去就是一个扫堂嘴。你不要过来，我说你不要过来哦。你不要过来，我告诉你，你不要过来，你又有危险。不是，再回一个。你先冲吧，晚点进吧，我的，快，冲！你随便了，别所谓了，无所谓了。姐，不把袜子都脱了。啊！我在公园，像幼儿园抢玩具一样。君是你好宝贝，你好宝贝。来，3、2、1，别过来！算了，你们两个也挺奢侈的点，要不谁输谁吐袜子的。啊！哦。和平相处。对不起，好吓人，救命！高能的一晚上，小哥哥终于要释放本性了。吓了他一下，然后跟我们说对不起，受不了了。啊！这怎么玩？我不会玩。就是把他脚抬起来，脱他的袜子。脱。冷知识。哇！开始跳拉丁岛。别动，我不想伤害你，我就想看你脚。你想看看你的脚。二人转了。啊，我现在那两只小狗真的打架。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上台一。什么鬼呀、啊？你抓到他袜子了，但是你套在他另一个脚。哎呀！必须给你拔下来！哇哦！好，两方都脱掉袜子。哎，你的脚底板在你的镜子上面浮现出来。啊！还可以看镜子，我的天哪！谁还拔？来了！拔
三。嗯。哦，他这。他写了吗？写了。对，我们可以看，怎么还是这么久？哎，算了，我给你看吧。啊，加油！投钱你有。假赛打假赛，裁判在你面前。好，最后三十秒。Hello。小浩浩，快蹲下，让我们看看你的脚背，不是脚板。我已经看到了，两个。一只脚。不是，重新来，你慢动作。你脚出汗了，字儿花了。哦，十秒。他写的是往后凑吧。不是呀。你们两个一起举起来看谁先说出来。三二一举。一举。哎呀，谁看得见？好吧，没了。哎呀，就这样吧。这个环节没人赚到钱。拜拜。Thank you.
下课了，我们下课了，就是这一节是舞蹈课，我们学了，我们一直在就是练习我们特别累的我们的考核的舞蹈，真的很累。你看陈祖明都坐在那里，他都不想过来了，他已经瘫倒了。就是我们讲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是陈祖明他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个动作这样，就是身子要弓下去，然后陈祖明用力过猛，鞋子一下就飞了出去。就是老师给我们就是一个舞蹈，他细节他给我们分了20个点，天哪！然后我们舞蹈老师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跳，一个一个来过，而真的是过死了，我觉得我们就是真的过死了，我们一个人跳一下，一个人跳一下，过了很久，我们两个才过完，累死了。反正这节课其实呢，感觉其实我们两个都在进步了，就是老师上课也表扬了我们，因为我们这节课比上节课还是进步了一些嘛。然后呢，我们下次课已经没有多少了，我们要更加努力。拜拜。新动作，然后也是非常的累，嗯，也就这样吧，拜拜。我是二，你是一。
暴扣。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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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其实它这里这个 C 它是 C C Maj 七 C M A G A J 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吧，它这个旋律线应该是这样的，是是呢，想起了 A 的七，那么就是一，不好意思，看起来不行，直接写，就是我们先写。
这哪一面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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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二三四，二三四，然后 F， 然后再是 C。OK， 非常的 good， 非常的 good。OK， 写完了，写完了，写完了，写完了。再见，再见。可以。加油。从开头来吧。开头来嘛，我把速度调慢点先，你给我稳一点的，别手又难看呢。是啊，看着啊，你的手好好放好不好？ Oh、God， 给我一种就是感觉，哇，你是在跟这个不用手腕不那么高，说哎哎哎。M 和弦一轮、C D G 啊，这个组合就完了、就重复就可以了。好，听见。你先把这和弦给我弹两遍。冬天，我唱，你别唱啊。的离开，我在某年。你干嘛？声音这么大个声音写到那，你不弹？我没看到。听见冬天的离开。对，就这么设计。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不停顿，就这样弹。我们最后那个情感堆叠在这个地方出来，最后那一下。当作我最后这种。我说我的爱。直接出去啊，一二紧走，做一组紧走。
大家好，现在为你们介绍街舞课，所以我的声音得大一点。我上午呢，今天上午去上了一节声乐课，声乐课主要复习了一下之前学过一首歌，然后我觉得应该还是发声位置偏低吧，所以就是这首歌的高音部分有些地方还是会偏低，然后老师帮我纠正了一下，然后我觉得也有所改善，反正比之前好听了。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咬字，我觉得也得再练习，因为这几天我还没练绕口令，所以就得练了。然后下午我来到这里上了一节街舞课，然后主要练练基本功。基本功的话，就是找了一下律动感觉，还有就是胸部的 isolation。我觉得基本功的收获还是挺大的，然后继续加油吧，拜拜。手上没有沾我的口水，第二我的手上还是没有沾我的口水。你快给我吐出来，吐出来，你还咬，吐出来，没了，还有一点吃了吧，这么长一点就是这么点了，我给你拔出来，不是完了完了，三个人，好笑啊！老师，走路怎么选你去做，是因为你英文标准，还是？对呀、啊，是因为让你过那么多年，你来笑我，行了吧？哎，笑得好！这是欣赏的笑声。
就是那种由衷的觉得哇哦，你英语说的 so perfect。这个是因为当时我们小学就是办了一个那个用英语介绍自己家乡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当时六年级嘛，然后当时就英语老师就是隔壁班的英语老师找到我，然后说我们就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完成这个比赛，我说 OK， 然后当时他就在写词，然后当时写完词以后我们就开始背。为什么是隔壁班的英语老师找到你？全湖南省的比赛呀。他怎么知道你？他怎么会先不想到自己班的同学，而想到你呢？因为他当时就是，他应该知道我了吧？然后他就想让我来，就是这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去拍这东西。然后当时拍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那对歌是他写的还是？是他写的。那你 rap 呢？你就是自己找 beat。你们所有的节奏都是。Thank you.